于在112年4月21号15点45分，接到民众报案，有桥梁断裂，公安意外，地点在五股观音春溪桥改善工程，那个桥梁的吊索系统更新作业发生断裂，那现场有7名的员工施工，那其中有3人断裂时造成受伤，那生命真相稳定，都送往淡水马偕医院，医师都清楚，那施工意外的原因目前还在调查中。